里是芝加哥小熊队的春训基地，同时也是邓仁和每天训练的地方。最近大家很关注一个花絮，就是他跟达比修之间的互动。像今天两个人在训练的时候呢，达比修还是主动的找邓仁和聊天，甚至还问到了许多台湾的知名球员，例如说林威柱、洪振敏还有陈金锋。恰恰还有威柱，他有今天有讲到林威柱，他讲说威柱令，然后他说他还在那队吗？我说哦、no，he retired last year 这样。然后我就说你有对到他？他说有。我说你觉得他强？他说呀，他很强这样。是昨天讲恰恰，今天讲林威柱。他讲彭，他不知道他的全名。他说他昨天有没有打安打？我说有，他昨天打一支安打。我说打哪里？我说不知道，但是应该是反方向。他说哦呀呀，反方向，他记得他都打反方向这样。对，怎么知道他有来？他有看到？是我跟他讲说他有来，他问我说彭 here， 然后我说呀呀 ，he's here 这样。他讲到挺精神。那很早讲，他只是第一天来的时候，我就说，他说 ，Is he play， channel？ 我说 ，Who？ 他说 ，One hit my homer。我说，哦，那我知道谁这样。我说 ，The one in the world classic。No， 我说，哦，那我知道谁，他不用讲，我就知道是谁这样。然后我说，哦 ，No，He retired 这样。他不就是不会再对到了，不用怕这样。